台车买的还是家里接手的？这一台是家里接手的，原本爸爸在开，原本爸爸在开，对对对。然后你又不舍得把它卖掉，怕换新车，他换新车，你就接手旧车。然后你开回去的时候，他说你怎么又牵那台新车回来，是不是？然后他要跟你换车，有可能把车子牵过来给你整。
那这一次看到车子，有觉得跟新的一样吗？有，超惊艳的，细节都做得超好的，然后看起来就跟新车一样。太棒了！好，我们这次主要做的项目就是内装的完整拆洗。嗯，对，然后还有顶棚啊、鼓风机、冷气管这些该用的把它做完，然后跟小美容。主要应该是小美容看到的前后差异最大吧？对，我只是做小美容，然后来感觉好像做了大美容，做了大美容。对对对对。超屌，超屌！那这台车买的还是家里接手的？这一台是家里接手的、啊，家里的人就是喜欢在车上吃东西啊，有一些屑屑啊，都会掉到那个地板上面啊。其实车子久了，然后就有一些味道啊，有些地方其实清不太到。啊，这次就接手家里的车，啊、想说把它整理一下这样子。所以原本是爸爸在开，原本爸爸在开，原爸爸在开，对对对。然后你又不舍得把它卖掉。他换新车，所以他换新车，你就接手旧车。然后你开回去的时候，他说你怎么又牵那台新车回来，是不是？然后他要跟你换车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那这台车这样子弄完之后，还打算再持续开多久？哦，可能可以再开个十年以上，没问题。十年以上，你要确定哦。我十年之后再开过来，十年之后再开过来给我们再弄一次，对不对？OK， 那这次非常谢谢我们的谢老板。好，对，謝謝。然后有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那我们就下次见。好，拜拜。